然后啊，咱们接着来往下去说啊，接下来的一个操作，我先给大家来去说，哎，现在还，我来看一下，咱们接下来我要讲另外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刚才是不是说指定了一个指标，在当前的一个指标下，咱们去做逻辑回归，比如说指定了那个一个阈值，然后咱们做逻辑回归得出来一个结果，然后去算它的一个 recall 值啊。但是呢，大家来想一想，现在我能不能够使得咱们的一个模型的评估标准啊，我人为的控制一下呢？这回啊，咱们就要又要回到那个 sigmod 函数了。哎呀，咱们来往前找一找。咱们又要回到这里了啊！之前是为大家说过了一下，比如说咱们一个点，那这个点等于0.7，我说这个0.7啊，它是大于0.5的，然后让它等于这个一这个类别，然后这边有个点0.4，它是小于这个0.5的，我说它等于零这个类别啊，那我能不能通过一个改变啊？我说一下，哎，现在你这个0.5是谁定的？0.5好像是系统默认的是吧？就拿这个0.5当成一个平均值，那我能不能把这个0.5人为的做一些变化呢？肯定啊，也是可以的。比如说现在我做了这样一个东西，假设说我在这儿再画一条横线啊，这条线是等于0.6的，我让咱们模型啊一个标准更严格一些，只有说大于0.6的我才给它预测成正一。比如说这块还是等于0.7。0.7，它大于0.6，我才能给它预测成是一个正一。假设说这块有个0.55，这个0.55啊，它是小于0.6的，我们给它预测成零这个样本。我们可以通过啊这样一个预测的结果来去看一下咱们当前啊最终的一个模型的一个结果吧。也就是说，这个模型其实啊它是人为可控的，我们可以自己的设置一些阈值。刚才等于0.5，现在等于0.6啊，这个值咱们通常管它叫做一个阈值。我们可以啊自己设置这样一个阈值来去衡量一下什么样的值它大于这个值才是正一，小于这个值才是零。那么如果这个值越高，相当于什么？我们看，如果说咱们现在给它提升到0.9，让它大于0.9的才能当成是一个欺诈样本，是不是说啊咱们筛选的更严格一些了？只有那些啊非常具备异常可能性的，我们才把它当成是一个异常的。那么给它放低一些，相当于什么？给它放低一些，是不是说咱们有一种像是宁肯错杀一万，也不肯放过一个的感觉啊？对于一个样本来说了，不管它的一个预测值是什么样，我们直接就给它啊，比方说它只要大于0.1，我们就给它预测成一个。啊，预测成是一个异常的了。这里啊，就是说咱们可以自己设置这样一个阈值啊，设置这样一个力度来去区分一下咱们的一个正样本和负样本。再通过咱们来画这个图啊，咱们再来看一下。在这里呢，我们看啊，这有个 threshold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0.5啊、0.6啊、0.9啊、0.1啊那些值，它们就是一个 threshold 的。在逻辑回归当中，我们也可以人为的指定这样一个阈值啊。咱们先来看一下代码吧。在代码里边，我们来找一下啊，这块其实预测的东西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我们之前我找一下之前的一个预测值啊，之前咱们来看啊，咱们用逻辑回归是怎么样预测的？用这个 LR 逻辑回归的模型，直接点 PROTECT 一下，直接点 PROTECT 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预测的值，它是零还是一吧？那现在我变了，我不是一个 PROTECT 了。我们看现在什么？现在是一个 PROTECT，然后杠 probability 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拿的是另外一个函数了。咱们之前啊的一个预测，相当于直接预测一个类别。别值，那我现在的一个预测呢，相当于是我要预测出来这样一个概率值，在这个有了一个概率值之后啊，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概率值呢，跟咱们刚才指定出来的这个 threshold 的这一系列的一个阈值，我进行一个比较了吧。比如说啊，我在这里指定了这样一个 list，一个 threshold 的一个 list，里边呢有这样一个0.1、0.2，一直到0.3，然后一直到0.9，就是把基本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它画出来了，然后指定了这样一个画图域啊，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在这里啊，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阈值，然后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咱们就直接拿这个图啊来给大家说这个结果吧。咱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说随着 threshold 的一个变化，它的 recall 的一个变化，在这里啊，我们是计算了很多个 recall 的值吧，很多个 recall 值。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这个 threshold 是从0.1开始一直到0.9的吧，
第一个这个 1.0 对应这一个 threshold 它是等于 0.1 的，也就是说咱们宁肯错杀一万也不肯放过一个的时候，它的 recall 值必然很高吧。咱们 threshold 很小的时候它的 recall 值肯定会很高的。那么随着咱们阈值的一个上升呢，咱们的一个 recall 值是不是发生了一个变化了？recall 值现在下降的非常快吧，现在 recall 值最终下降到了一个 0.57 吧，也就是说随着咱们阈值的一个上升，它的一个 recall 值是发生一些变化的吧。 recall 咱们的一个 threshold 它比较低的时候 recall 值相对来说是较高一些，咱们的 threshold 值啊相对较低，相对较高的时候它的 recall 值肯定就会较低一些的吧。咱们下面就拿这个图一个一个图的来去看一下。在这里啊就是给大家画了一下对于不同的一个阈值它的一个混淆矩阵是长什么样子的。首先啊咱们先来看这个 0.1， 在这个 0.1 里边我们来看对于这个这个 true positive 吧，就是这个147这个值，我们看它的一个精度是不是147除上一个147加上0啊，也就是说对应于当前 threshold 的所有的一个异常样本我都给它检测到了吧。但是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上面这个149，这个149相当于什么，这个149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它是一个误杀值吧。那对于这个误杀来说，它是不是把所有的误型都误杀了？我们看有这个零这块等于几啊，预测成零了，都是零，没有预测成零的吧。所以说当这个 threshold 值啊它很低的时候，会使得所有的样本都预测成一个咱们要的一个目标的一个样本。在这里呢，目标样本就是咱们的一个异常样本，所有的样本都预测成了一个异常样本。虽然说 recall 值很低，但是精度很，虽然说啊这个 recall 值很高，但是呢这个精度很低吧。咱们在评估一个模型的时候啊，不光要单从一个层面上进行一个评估啊，我们要多层面的考虑一些其他的评估方法。然后呢比较重要的就是咱们要从一个实际的角度去出发吧。在一个实际的角度上，你不可能把所有样本都预测成是一个异常样本吧。随着随后的增大，咱们再来看随后的大于 0.2 大于 0.3 大于 0.4 啊，我们来看等于 0.2 和等于 0.3 的时候啊，随着咱们随后的这个上升，它的一个效果没有发生一个太大的变化吧。 recall 值基本上都是满的，然后呢精度值啊还是很低的。但是呢当这个随后的值啊大于等于 0.4 的时候，它发生一些变化。大于等于 0.4 的时候，我们来看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样本，比方说这个2表示着有两个样本啊咱们没有检测到吧。那么上面还有一个 49， 上面这个49就是说这49啊它都是一个正常的，也把它当成是了一个正常的。然后呢这块还有一个100，这个100就是说咱们有一个误杀吧。随着咱们 threshold 的一个上升，是不是发生了一些现象啊，有一些样本咱们检测不到了，这两个样本本来是异常的，然后我检测不到了。然后呢上面误杀的减小一些吧，之前是全误杀，现在误杀只有100个了吧。然后啊随着咱们再看啊，再上升大于 0.5 大于 0.6， 随着这个阈值上升啊，其实这个趋势大家已经能够看出来了。这个趋势啊是不是说随着咱们阈值上升，咱们的一个 recall 在不断降低啊，这块是10个没有找到，这块是17个没有找到。但是呢随着它的上升啊，咱们的一个误杀是不是越少了，也就是说随着随后的上升，它那个精度是偏高的一些吧。但是呢咱们来看，咱们就拿这 0.9 来说吧，咱们能够使得这个东西设成太大吗？设太大也不行吧，设太大之后啊你要求太严了，有一些就检测不到了。我们看这个时候 recall 值可能就偏低了，可能只有 60% 吧，有63个异常样本就没有检测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精度啊其实也是偏低一些，0.8可能稍好一些，0.7啊也稍好一些，0.6和0.5这块看起来比较不错吧。也就是说啊，在咱们实际的一个用逻辑回归进行一个建模工作的时候啊，我们也要需要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去考虑一下这个阈值啊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设定。
比如说啊，你现在的一个任务就是说，给你限定了你的一个误杀率不能高于这个10%啊，或者说不能高于20%，那么你就可以根据咱们的一个实际的需求去选择这些参数啊就可以了。比如说，我给你个需求啊，recall 你要给我大于80%，然后精度大于90%，或者说一系列指标，然后呢，你就可以去选一下啊，什么样的 threshold 配合一个什么样的参数，能够使得啊你的一个模型它是合乎标准的，那么就可以了。